国架神沙车异曲同工，但呢部神沙机 size 就细好多啦，方便放喺唔同嘅地方。之但系佢唔会换翻大纸俾你，而系电子货币或者网购优惠码。我试过之后，觉得兑换速度都算快。听讲呢部机仲可以将啲神沙变做现金券嘅，不过而家试下先。是 receipt 嚟嘅，喂呀，你又话现金券嘅？你要攞翻张收据去我哋嘅 redemption center 换翻张现金券啊嘛。哦，每次嘅回收金额都冇上限，如果唔觉意入多咗几蚊嘅话，可以选择捐咗佢或者入落 e wallet。目前仲可以换到11间商户嘅现金券，当中仲包括社企添。去完旅行，剩得一大扎神沙，撞到呢部神沙机就啱啦。喂，睇住。我哋冇机嚟收港币嘅啫，唔好意思咯。不过我都系偷偷地试咗，外国货币系唔收噶，所以大家见到部机就唔使试咯。我哋 Hey Concept 嘅目标咧，就喺今年年底有50部机喺香港服务香港嘅市民。咁我哋就系想拯救你哋屋企嘅猪仔钱眼，将你哋银仔嘅经济价值重新用得出嚟。今年5月就会有6部机摆出嚟俾大家试用。想知神沙机喺边啊咧 ？Click 入篇文度揾啦。换生活，乐科技 ，Anwar-K。